Hello，大家好啊！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，又到了我们家吃晚饭的时候。看我叔跟我姨今天做啥好吃的吧。这时候太阳刚下山，夕阳西下。昨天下了雪啊，这个两家的灯笼上面都有一层雪了，还挺好看的。回来不？小孩，我已经涮上锅了，这是他们的干面，豆包和馒头。你做啥呢？茄子酱。做个茄子，炒个豆芽。太阳马上要彻底下山了，天快暗下来了。一彻底下山之后，黑得特别的快。小吉喊我，他说菜做好了，我去看看吧。今天俩菜，一个酱茄子，还有一个啥玩意来着，炒豆芽好像是，忘了。俩菜今天。开锅吧。闻到一股酱藕的味儿，好像是擦锅嘞。虽然我爱吃辣，但是真闻不了这个呛味儿，太呛了。出锅了，出锅了。这次还放了粉丝儿，我刚看着。那叫粉条。啊，粉条。我在这儿都闻到一股辣，又酸又辣。一会儿俩菜就做好了，他做菜就是特别的快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菜，仨菜，一个小吉做酱茄子，还有一个韭菜粉条，豆芽，蘸酱，肉蘸酱，馒头，新蒸的大米，准备开始吃饭了。一看这个菜就比较有食欲一些。那葱你都切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是今天新买葱了。嗯，加些肉，蘸酱，在那袋里呢，在缸上。加馍里，馍加肉片儿。这次只能吃瘦肉。我不吃米，我有馍。你不吃米。哎，我但是这个茄子酱，配米最好吃了。吃菜了，你放这个酱呗，老吉。这个酱，嗯，得拿勺呗。拌米可好吃了，应该。啊，那我比你懂。哎呦，你知道呢。我喝你这口汤可以。这汤？嗯，这汤不能干喝，咸。咸吧。放的酱没放盐，官方酱。那一袋的酱呀？一袋不能咸的，因为不能咸。一袋正常是蛋呢，还得放盐。嗯，那不是普通大酱。这咱家的酱你要放一袋可麻烦，那才吃不了呢。后咸后咸没法吃咱酱。放一勺你都不够，放一勺能每个吃。那咋能酱我整那么咸呢？你爸呀，那个盐整错了吗？要错了盐，他秤不准。他的秤的事儿，今天搁咱家秤肯定准，你看着。不用你下。啥玩意不用我下？去年那个也秤不行，他那个老真是最古老那个秤啊。你尝尝吧，你。尝尝呀。放米嘎嘎香。那我尝尝你的吧。啊。我觉得应该也好吃，你知道吧？那肯定啊，茄子放米吃。是不是一点都不咸？真太好吃了吧！你要不要我给你盛半碗？我不要，我吃点你的就行了。这拌米绝了，这个茄子酱。有点那个小葱，
整点小葱完了，搞那茄子泡上，就饭吃，嘎香。你咋不吃米啊？是吧？嗯，一会儿吃，我把这两个都帮我洗。你咋不泡呀？你咋泡？啊，要吃肉，你要吃肉。再吃点别的吧。吃点啥呀？你不吃点光吃馒头？嗯，还有肉吗？肉蘸，肉蘸这个蒜酱。这个瘦肉。嗯，吃好几块。米多好吃。哼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吃饭了。喜欢视频的朋友，记得点个赞哟。